预赛场地正在进行是国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一组，选手加油！小娇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罗东国中庄慧莹，复兴国中萧瑞成，加油！加油，罗东，复兴，加油！好，参考成绩26秒98。好，竞赛场地正在进行是国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二组，选手加油！小娇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国华国中黄燕琴，加油！占据第二是罗东国中许月纯，选手加油！加油！参考成绩26秒9。刚出发，竞赛场地正在进行是国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三组，加油！目前暂时领先的是东山国中李巧薇，复兴国中游子怡，加油！好，参考成绩28秒10。